好，这个对手是9-2啊，我们这个开始进入比较厉害的阶段了啊。这个对手叫李振江，9-2，我们走个对兵局，让对方兵底炮，我们是选择呢炮八平五，直接威胁控头。红方啊，他选择飞这个象比较少见啊，一般都是飞这个红方的左象。黑方我们依然是把马跳起来啊。啊，对方拐角，那我们赶快出车啊！这不要让对方抢到出车这一点，这闭眼了啊！这种棋呢，抢先出车，我们肯定是要先把这个位置占住。红方开展自己的左翼子力，我们开展自己右翼子力啊，马二进一。这里呢，不要上正马，否则对方的炮呢威慑我的马，我用这个炮呢给马生根的啊。欢迎欧阳大叔，老铁，晚上好！欢迎欧阳大叔啊！这里红方是升了个横车，这样我们也升个横车啊，准备将来呢把车拉过来吊住对方的拐角马。那么这里红方他是走了一个。车一进二，这啥意思？车一进二呢，可能想直接跟我对车。他走这个棋呢，是一个怪招啊，感觉啊。那我们呢，给他走一个陷阱啊，我们走一个车一平六，我们走车一平六啊。那么就是说呢，他如果车一平二，我就砍马。这个棋呢，四车见面，对方要丢子啊。谢谢周医生啊，感谢感谢。这样的红方啊，他也不敢对车啊，因为他一旦对车，我们就有这个，直接吃马的得子手段啊。红方车九平六之后，这个棋呀，我们似乎是有一个比较凶悍的手段。如果我们选择车八进八，对方炮八退一，啊，这个棋呢，暂时也没棋的啊。因为将来对方可以炮三平四，你车八进八可以，他可以炮三平四，哎，这个棋没棋。哎，我们现在有一步非常好的棋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觉得有一步非常好的棋。大家谁看到这步棋了啊？我走一个进车别象眼啊，别视角卡视角啊，这步棋啊直接插进去，直接插入对方的这个。布置线，那么如果对方选择马七进六，我们就炮打中兵一将，对方只能补士，我就吃马。那你现在马不能动，马动了我要吃象啊！他的车还把自己的象憋住，我这个车呢牵住对方的车炮，吊住对方的马吃象，这一个车直接插进去啊！下步棋呢再走进车抓马什么的啊！这个棋啊，我感觉对方是有点够呛，是吧？这个棋啊，我们是走一个，叫什么？这个叫葵花点穴手是吧？直接点它啊！哎，这个棋呢，对方啊，他也挺狠的啊。他直接进车也来点我啊，双方是各走一个葵花点穴手，他也来点我来了。那么我如果吃他的马，他吃我的炮，没肯定没便宜啊。我把炮简单先躲一下，是吧？看看这个棋啊。我这个炮得先走，是吧？我这个车呢，继续保持吃他的马。我们先把炮呢抬起来啊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进车点还是很厉害的啊。进四的话，他是不是还能再捉啊？我就进二吧，就巡河感觉比较灵活一点啊。那么这里对方是把马跳起来了啊，这样呢，我们有打中兵的先手，打中兵，对方士六进五，我们再沉底车。
这棋对方是不是够呛啊？大家一起思考一下，炮打中兵，对方肯定上士，陈体居叫杀，出老将把中士一拍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下法。来，给他一炮，对方上士，我们直接车八进九沉底，准备砍底士。对方出老帅，我直接把中士一拍，给他来一个小拍拍。啊，这个棋杀法果断啊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是杀法非常果断啊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这种风格啊，可以点个关注，加个团啊。对方出来，这个九杠二感觉比刚才的九杠三差不少啊，直接拍士。拍了中士，准备砍底士，啊，这个棋呢，我们是特别凶狠啊，是吧？这盘棋还是走的特别凶狠，关键是你红方这个阵型啊，它这个毛病比较多，是吧？这里对方选择了一个上帅啊，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底士先给他们杀掉啊。因为我这个炮现在这个分边暂时分不过来，我们把他的底士先宰了呢，对方他也不能舔，舔了我一将将死他，对不对？干就完了啊，这个棋呢，把他这个士再给他杀了啊。将来呢，再把这个底象杀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，这怎么还走出这么个棋呢？哦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我可以垫炮，吓我一大跳。哎，我可以垫炮啊，对方吓我一跳，我这冷汗都出来了啊，我以为打我个双车啊，我这有一个进炮能防啊，吓我真是够呛啊。他如果再飞象打双车，我可以退车将啊。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，这样的话对方凉凉了啊，退车一将，双车炮直接直捣黄龙。那他只能下去炮打炮一将啊，这个直接就是扇耳光了啊。我们习惯职业棋手很多，这个叫扇耳光，啪啪打脸啊，打炮一将，垫啥再打啥，垫马再打马是吧？就开始打耳光。这样呢，对方杀一将，我们上将啊，这个棋不用担心。哎呀，这个棋对方又送一个啊，思考一下啊，对方为什么白送一炮呢？他是想出车。如果我们吃他的炮，对方要车一平二，准备下底，他也要推我啊。对手呢，其实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在啊。那这个棋我们能不能稳健一点啊？这个炮呢，是不是先退一下，还是怎么走？但是现在这个炮也没有好位置，考虑一下啊。我吃了他要车一平二，是不是？当然，这个棋可以上马挡车，倒是啊，吃了也行，对吧？有棋没说了，对方出车，我们可以上马挡住他。这棋是，防的方法有很多，比如说我把这个炮移过来准备挡也行，是吧？这个炮挪过来挡，他将我就垫上啊。这个棋吧，暂时我的炮呢将不死啊，我退炮他就上来了。啊，将军，我们就垫上。这个棋吧也是多子多的比较多啊，暂时就不慌了。这样我们就退回来啊，简单交换，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。注意啊，对方的象呢抓着我的底车，啊，他先将我一下，可能要把我的底车先落掉。这棋双方对杀的很激烈啊！优势比较大啊，咋下都行吧。对方只剩下一个车一个马，我们还怕他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场面上还有五个子，对吧？
对方肯定是要选择吃车啊，他选择吃哪个车的问题。他将军，我就下来呗。他把这个车吃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车躲一躲啊，赶快把这个车躲一躲。看看对方走啥啊？对方只剩一车一马，退车吃我们就直接跃马上去啊，准备踩兵踩象。这个炮呢，在这虽然说没啥攻势啊，但是他上马呢，踩不了中卒是吧？赢棋我感觉是时间问题啊。随便走。这个棋，上中卒吧，中卒也就够了啊。这样呢，我们把炮先合一步啊。如果对方选择进马登马，我们就退炮一将抽车，对吧？这个棋就差不多了啊。看看对方咋下。如果对方不动呢，我们就退炮一将，然后再一将踩进去啊。对方投降了。